先在教会和《生命季刊》参与服饰，后回应神的呼召，辞去从事多年的电脑工作，走向全职传道人的道路。在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幕会，二零一三年起转到海外校园机构任总干事，在各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呃，今天我们读经的经文是《尼希米记》二章一到二十节，让我们一一起来读。 嗯，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你三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。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，王对我说：“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。”于是我甚惧怕，我对王说：“愿王万岁。”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王对我说：“你要求什么？”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。我对王说：“仆人若是王面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王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” 那时，王后坐在王的旁边。王问我说：“你要去多少日子？几时回来？”我就定了日期。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。我又对王说：“王若喜欢，求王赐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，直到犹大；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，使他给我木料。” 做蜀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，王就允准我，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，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，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，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，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。 就甚恼怒。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日。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，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。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当夜我出了古门，往野狗井去，到了粪场口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。 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，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，于是夜间沿西而上查看城墙，又转身进了古门。我回来了，我往哪里去？我做什么事？关长都不知道，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祀贵胄。 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，以后我对他们说：“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”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：“我们起来建造吧。”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，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积善，就耻笑我们，藐视我们，说：“你们做什么呢？要背叛王吗？”我回答他们说：“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纪念。” 呃，今天华西牧师给我们正道的主题是“他的手中有什么”，让我们预备心聆听。有请华西牧师。啊、呃，林院长、苏牧师、老师、同学和弟兄姐妹平安。在这儿也代表海外校园机构的同工向大家问安。 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不过来神学院分享神的话是挺让人恐怖的一件事情。啊，呃，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学习，一起的来来领受，也一起成长。那经文呢？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在尼西米记的第二章全章。这个尼西米生活的年代啊，距今两千四百多年。那个时候中国人是什么年代呢？是。 春秋战国时期，啊，春秋五霸，战国七雄，各方豪强逐鹿中原的时候，那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活剧，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当中留下深刻的影响。影响，我们如今说的很多成语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，比方说“一鼓作气”，比方说“微若累卵”，啊，比方说“卧薪尝胆”等等。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？ 是处于他们民族历史的低点，被叫做贝“贝鲁回归期”。贝鲁回归期啊，曾经辉煌强盛的大卫王朝，风光不再；曾经团结同心的十二支派，分崩离析。啊，主前九百三十一年的时候，联国联合王国分裂了。 啊，十个支派北上建立北国，剩下犹大跟边牙民两个支派在南边苦撑的这个犹大这南国。到了七百二十二年之前，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。到五百八十六年 B.C. 的时候呢，南国也亡于巴比伦之手。所以这是所谓的被鲁期，被鲁啊。那尼西米的祖父母、啊、也在那些被掳的人当中，所以尼西米呢？ 是生在异邦、长在他乡的以色列人，而新兴起的巴比伦帝国没有称雄多久，波斯帝国崛起了。我知道大家都熟悉这段历史啊。波斯帝国取而代之之后，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让他对犹太人采取怀柔政策啊，于是他就开始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从此就开始了归回时期哈、啊。 被掳与归回的时期。那么在这段时间里，大家知道有所罗巴伯先带人回去建圣殿，然后以斯拉回去整理摩西律法，规正圣民。到了尼西米的时代，他的任务很明确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？在修城墙啊，在修城墙啊！那个意义不在于城墙，城墙的功能是防御外敌。 成为抵抗外敌的屏障，而耶路撒冷的城墙呢，不仅仅是个屏障，它更重要的是神荣耀同在的象征。所以，真正要修复、修复的，啊，真正要修复的是神与神的子民之间的那个关系，是神的子民对神的信心。也就是说，人心中的城墙要重新建起来。想想看，若是建城墙是砖瓦土石之工。 啊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那个建城墙的总指挥应该到哪儿去找啊？要是在北京，应该到清华大学土木系去找；要是在台湾，要去成大建筑系啊，要去那儿的高材生去找。要找懂技术、高学历、有经验的。但是神竟然任命的人是尼西米啊！如果是像以斯拉这样的人做领袖是有道理的呀，他又是文士又是祭司。 这尼西米是算什么人呢？名不见经传，既非祭司，又非先知，也不是长老，所以有今天的这个题目，我们要问一句：他的手里有什么？他能够做这件事？他的手里有什么？我们这后边的这一代代的圣徒们，一代代的跟随神的儿女们，要向他学习什么？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看啊。第一个部分，我们先来看经文。 第一章，如果你的圣经打开的话，第一章的话，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介绍了尼西米的身份。大家知道他是在王面前做什么？做酒证。所以我已经打出来，他的手中有酒杯。酒证是什么人呢？是在宫中为王选酒、品酒、斟酒的那一位。可这种样的工作啊，这种样的好像在世界上的工作，跟他做修理城墙的总工程师有什么？ 关系呢？尼西梅尼西米手中的酒杯，代表了一种特别的身份，他不是高官，也不是皇族，但是他却能站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的面前。王喝的酒都要经过他传递，啊，大家想想看，我也在这儿回想那个时代啊，一个酒政怎么为王来品酒呢？难道说那个酒来了，他都是他先喝一口？ 王再喝一口吗？恐怕不能用同一个杯子吧，啊？那么，如果是他事先来品尝王的酒，来保证王的食品安全的话，那要王要等他先喝完了以后，要观察他一段时间，要观察个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他没有死啊？王在吃、再喝那个酒、再吃那个饭啊，这个王也吃不成饭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啊，王让尼西米做酒证，是把他自己的饮食安全。 完全交托在他手上了，是对他有极大的信任。这个对王来说，尼西米跟这个王有生死与共的关系，所以尼西米虽然不是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，却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。这个跟他的手中的酒杯而来。刚才读的经文中说到，这一天尼西米照常的把酒送到王的面前，王举杯欲饮，突然注意到尼西米脸色不对。 背到唇边停住了，你心里怎么了？你累了吗？你病了吗？你心里烦恼吗？难道你抑郁了吗？这王必须得问个明白，不然这酒喝的就不放心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酒正的，若是心里烦恼得了抑郁症，那、呃、开飞机的要得抑郁症，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如果酒正也得了抑郁症的话，那酒就靠不住了。再说，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“一人相遇，举家不欢”。 或者或者说举座不欢，一个出身外族的仆人，竟敢在宴席上给王脸色看，这算欺君犯上之罪啊！这尼西米当时是危在旦夕，王只要把杯子往地上一摔，喊一声“来人”，他就挂了。所以，那是一个很危急的时刻，对于尼西米来说，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。 不经意之间，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，心中的烦恼流露到了脸上，被皇帝、被国王看穿了、点破了，他岂能不怕？所以经文中提到他，他甚惧怕。有意思的事情是，在极度的惧怕当中，他的回答却丝毫不乱。他先说了一句什么？“愿王万岁！”啊，这是标准的开场白。 而也是很安慰那个王的哈，让那王的心里边呢就放下来，让放下了戒心之后呢，解释自己是为故乡的祖坟所在的地荒凉而愁苦。他这种解释啊，既合理又得体。在波斯王面前要提修建城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啊。在这个之前已经有所罗巴伯和啊、呃，以斯拉的事情哈。 已经在修城墙了，但是修城墙的人被仇敌出来捣乱，他们向波斯王呢进谗言，说犹太人建造城墙是什么图谋造反。这个亚拿薛西王呢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了一道命令，说建殿修墙的事一律停止，一律停工，所以才有了尼希米前一章。大家如果还记的话，尼希米前一章讲到的那些困境。 那些被掳归,归回剩下的人，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一章第三节。在这件事上，首先要负责任的就是波斯王，是他下的令，根本就是他下的令啊。那尼心米怎么办？在酒里下毒药，把他干掉，跟他同归于尽吗？你仍然不能让。 圣地的城墙重新修建起来，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。但是他作为九正，每天又要面对这个昏君呐、啊，面对这个下了这样的一个不好命令的这个波斯王，所以他是有话不能说，眼泪往肚里流，所以他脸上的忧愁会流露出来。但是当王问起你为何忧愁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都怨你啊，他他还不能这样说。 他巧妙地避开了耶路撒冷、避开了城墙这些叫做敏感词，你说出来会被屏蔽的，啊，他把他把这些敏感词全都绕开，他谈的是什么？谈的是家族、是祖坟、是个人情感。想必他讲话的时候是情辞迫切，而且声泪俱下，结果就打动了皇帝了。你打开经文，你来看，他打动了皇帝，这个。 诶，奇怪，这个糊涂王这么容易动感情啊？这个尼西米跟他说了一通啊，有感情的话，他就动了感情吗？请大家注意第六节，刚才我们打出来的经文，它上面没有那个节号哈，但是你手上的圣经有，请你注意第六节。第六节那句话很微妙，那时怎么说的？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这个有意思啊，尼西米啊。 一定是一个品格正直、招人喜爱的帅哥。你看，我我把这个图打在这儿啊。你我们看着大胡子不美，但是在那个时候啊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个、人以大胡子为美，一定是一个很阳光、很招人喜欢的帅哥。他平常总是阳光灿烂的脸，这个时候呢，悲情沉重的让王后受不了了。啊，据说啊，据说史书上有说啊，史书上有说。 亚达学习王特别骄纵皇后，这个王后在这个时候被尼西米的话感动了以后呢，眼眶发红，鼻子发酸，拿起手绢来，那频频擦眼睛的时候，这个这个王看到了。据说他是骄纵皇后，而且他呢是他的这种妻管严呢是比较另类的妻管严。他是怎么另类法呢？他是喜欢在皇后面前逞英雄。 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的，所以当王后动了慈心的时候，王说话特别痛快，他要显示自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。你要什么，马上就问你要什么，要什么，要什么,要什么给什么。不仅为修城墙的事情平反，还要派兵马送尼西米回去。所以形势急转，柳暗花明。 我们不仅为这个形式的转变高兴，更是要注意尼西米在危机应对当中的那种丝丝入扣的回答，每句话都恰到好处。他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？王不喝他递过来的酒，而且追问他为什么给王脸色看。他甚惧怕。想想我们自己，想想我自己，我要是甚惧怕的时候，我说话一定是语无伦次的。但是他在危机时刻言语清晰。 头脑有情有理的啊，一点都不乱。第四节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话也在里边，怎么说的？他莫祷天上的神。有人说尼西米真的会祷告啊，他的祷告是火箭式的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又多又密，火箭弹似的就祷告上去。我说他不是，其实他祷告比火箭更厉害，他跟上帝有直通热线，心中的意念一发动。 莫恼天上的神，那个意念一发动，立刻上达天庭，神的指引立刻从天而降，神所赐的话就出现在他的口中了。这种境界实在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羡慕，对不对？让我们每一个神学生、每一个传道人，我们都羡慕这种。尼西米啊，虽然没有祭司、文士、长老之类的头衔，但他是个祷告的人，是个祷告的勇士。尼西米记第一章通篇几乎都是尼西米的祷告。 接下来，书中也有至少八次讲他祷告，记录他发自内心的祈祷，他向神祈祷，跟他的行事为人紧密地缠绕在一起。这个祷告就成了生命的本能，这个太让我们羡慕和值得我们学习了。在我们的旧生命当中，祷告不是生命的本能，我们生命的本能是追求享受，而祷告的本质。 是我们与天父的那种亲密的个人关系。重修城墙之前，必须先重建人跟神灵里的交通，重建这个灵里的通道，让它畅通。所以，祷告这个功课是要我们不断操练、努力追求的。我想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要看重祷告，但是我们常常祷告吗？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祷告不蒙神应允而心里？ 丧气吗？有受挫的感觉吗？有一年夏天，我在意大利的一个营会上啊，分享信息，刚下台，一个妈妈就就把我拦住了，领着一个八岁的孩子把我拦住了，说：“牧师，你过来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你说：“为我的孩子祷告。”我说：“好，你孩子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呢？”他说：“这孩子是瞎子，看不见，生下来就是瞎的，看不见。”牧师，你为他祷告。那我就为他祷告，的，按手在他的头上为他祷告。祷告完了，那个妈妈就拿手在孩子眼前晃。 晃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哎呀，还是看不见。”他挺失望的，我也失望。我说：“神呢？你让我这来讲信息，干脆我一祷告，他就看见了，那多好啊！”我们常常也会碰碰到这种祷告了，好像没有蒙神垂听的情况，是吗？其实我们的每句祷告，神都垂听的，神都垂听的，但是只是他不一定应允。我们讲到祷告呢，大概有四种情况吧。第一， 就是祷告了，他马上就应允了，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情况。但是呢，可能也不大常发生。第二呢，他立刻拒绝，立刻拒绝，你也知道，死了心了。第三，他换为更好的，你祷告的事情，神把它换为更好的，这也是我们喜欢的。但是还有，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要我们等，他要我们等。 说到底，神有主权，我们虽然有向神祷告的特权，但是那也属于人的责任。人向神祷告是人的责任，但是结果在神里，我们必须顺服。那么，尼西米的祷告给我们什么榜样了？尼西米的祷告，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。第一个方面，他爱同胞，爱民族。 他的祷告有国度的视野，有深切的感情。他听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，就坐下哭泣、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是祈祷。这份真诚的爱，神悦纳。第二他，他肯付上代价，他肯付上代价，在王的面前冒着生命危险冒险谏言啊！这个要付代价是很不容易的。我知道有一个弟兄，他呢？ 原来是做电脑工、电脑技术工作方面的专业人才，后来福音机构就请他去福音机构的全时间服饰啊，他也清楚自己有这方面的呼召啊，他就去啊、呃，在跟福音机构的主管就谈他全时间在福音机构服饰的事情。那个跟他 interview 啊，跟他面谈那个主管跟他谈谈谈谈完了以后，其实都很喜欢他，完了就问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以前也有一些服饰。 但是你现在呢，要到我们这个机构里来服侍了，你能不能把你以前的服侍都停下来？因为你是全时间在我们这儿服侍的。他说：“当然了。”他说我：“我我全时间到你这儿来，我肯定全时间做你这边的服侍，以这个为主。”然后呢，他说：“哎，一想他说不对，还有一项。”他说：“我一直做一个施工，就是为中国祷告，为中国大陆祷告，天天为中国大陆祷告。我在网上做这样一个施工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施工我不能停。”他说：“我呢，啊，我可以这个。” 啊，想别的办法，但是我不能停。那个主管马上就严肃跟他说：“如果我命令你停下来呢？”他说：“No way。”他说：“因为祷告是神给我的深层的负担，但是我可以不影响工作，我可以回家做，我可以回家在所谓业余的时间来做，但是祷告不能停。”其实那个主管是故意考他，因为这个特别喜欢他。后来他进了那个机构，也长期的继续在在这个施工上再继续。 第三，第三，要向尼西米的祷告学习的，就是他能等待，他是有耐心的，在神的祷告面前，当神要我们等待的时候，他愿意，他也肯等。从第一章的这个基斯流月到第二章的尼散月，中间隔了多久啊？有四个月的时间。这四个月的时间，尼西米是寝食难安的，他悲哀哭泣，进食祷告，可是似乎听不到神的回应，他仍然坚持，仍然等待。 要换了我，我可能会埋怨，可能会放弃啊。但是尼西米布他顺服，他坚持，他准备，他等候。这个等候啊，你还是两个字：等还有后。你有一个积极的等待的态度，等待也可以是积极的啊。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，你要去北京，你要去王府井啊，去那个热闹的地方，你中午永远是找不到地方吃饭的，因为饭店太少。 人太多，记得到中午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啊都往饭店挤，然后饭店呢又不排队，没有队，那饭店怎么来决定谁能吃上饭呢？就是谁能坐下，谁有椅子坐下了，那个服务员就给你开票，所以这个椅子就代表着饭饭食，所所有饥饿的目光都投向椅子，大家就抢那个椅子哈。我记得那时候在王府井的时候，我有一次，我还稍微早一点，我坐在那里。 然后我后边立刻就站一个人，在我的椅子后边，就这样，这样等着，就表示这个椅子下一个是我的。然后他还他还担心这个不够保险，他把脚蹬在我的椅子的后衬上，说这个确实是我的了。不仅蹬着，他还抖。你快点啊！这在北京叫等座哈。这不是等，这不是我们等待神的回应时间的态度哈。 据说法国的适应生是最好的。我经历过一次，有一次我爱心弟兄领我去吃饭，在一个法国餐馆里，法国男的 waiter，男的适应生，我一不小心把叉子碰了，掉在掉在地上了。我刚弯腰去捡，我手还没有碰到呢，一个手在我手之前到了，啪一下把那个叉子拿走了。我刚回头看是谁呀、啊？一个新的叉子已经放在放在我的桌上，然后再回来找他，那个人没了，又到远处去了。 这是等待的高境界哈！你看尼西米等待的时候呢，他不是消极的等，他是积极的等。一旦王的心回转的时候，他的计划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表明他等的时候他是积极的等待，在策划，在预备的。所以耶和华王的心在神的手，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所以当王问他你求什么的时候，他已经成竹于胸了，马上就说得出来，啊。 呃，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说：“凡等候耶和华、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”人生有苦难，但是神可以把你原来那个愁悲变成福悲。好，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一段哈。久正怀忧，席间失色，素饮苦，君王转意，人前施恩，问归期。面对国君尼西米，默然祈求，他是祷告的勇士。我们在祷告中。 向他学习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他的手中有什么呢？刚才我们的经文接着读下去，读到尼西米要离开皇宫回耶路撒冷去修城墙，他放下了手中的酒杯。放下以后，他手里有什么？他有一个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王的诏书。他手中开始有了王的诏书。这个诏书有三重内容啊：一重是委任状，他当了省长了；第二呢是征集令。 用中国大陆的话来说，他有了集资筹款的中央文件了，他有这样一个东西，然后呢，他有护身符。这是旧约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诏书的字样，而且是以色列领袖向外邦统治者求诏书唯一的一次，再也没有第二次。啊，以前所罗巴伯跟以斯拉都没有主动向王要过诏书，那尼西米怎么会要呢？不是他贪生怕死。 也不是他想当中求什么利益，这个尼西米呢，不仅有远大的意向，而且有燃烧的激情，而且他又是一个实干家，他办事讲效率，他知道怎么把一个宏大的蓝图啊，宏大的意向变成一个具体的蓝图，然后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实现。他刻意的，他知道这君王是个昏君啊，说不定今天说了，明天就改了。 让他赶快把诏书写下来，让他不能改，而且他拿着诏书高调出行，让原沿途各省都知道，将样他回来的时候就方便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是，而且他还保证了归路的安全，取得了所需的木材，也封住了仇敌的口、反对者的口，让那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让让荷伦人参巴拉、亚门人多比亚空恼怒、干瞪眼，这叫一石多鸟啊、嗯！所谓。 灵巧像鸽子寻粮，呃，灵巧像蛇、啊，其实鸽子也挺灵巧的，你想捉你都捉不到。灵巧像蛇寻粮，像鸽子哈，就你看到他的那种对神的施工的中心啊。不仅如此，下面这段一,一大段经文，我们读下来，读到当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，经过这一段路程到了耶路撒冷，前面大张旗鼓啊。 就是为了避开敌人的骚扰啊！当他真的到了耶路撒冷呢，他了无声息的在夜间起来，轻骑简从，亲临现场去考察城墙损坏的情况。一个好的领导必须掌握第一手的资料。那尼西米为什么等了三日啊？我猜想那个时候跟现在也差不多，这个这个东方人的官场都差不多。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他得应酬。 可能白天有很多的应酬，但是他在夜间一定是切切的在祷告，在祷告中，神让他明白神在这个事情上的旨意，还是靠着祷告。请大家注意，在第十二节，在第十二节中讲到说，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这句话在原文当中的直译啊，就是说神放在我心里。 神把那些东西放在我的心里，在他在祷告当中，神把负担放在他心里。当神的话在他心里之后，他马上起来执行。然后经文中讲到讲到他查看啊，第十三节讲到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那个查看用了一个特别的希伯来字，那个查看那个字呢，是常常是在医学上那么样用的，医生看病用的那个话。 就你能想到他在查看当中那个仔细检查的那个谨慎认真，而且边查看边祷告。在当他看到破败的城墙的时候，他想到了神子民在生命当中在属灵上面的破口，仇敌在向神的儿女进攻，必须堵住破口，重建神的家园。那是复兴的烈火，复兴的灵火在他心里燃烧。所以他向犹大平民祭司。 贵胄官长和做工的人喊喊喊的是什么话？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凌辱。重建城墙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堵住破口是为了重建属灵的生命。所以他把这个伟大的意向就这样传递给众人。我知道这也是我们今年我们学院的一个啊、呃、一个属灵的目标，是吧？我记得我读一开始那个魏牧师给我。 讲让我讲这题目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年这个那节经文是尼西米记的第二章十八节啊，让我们要同心来建造哈，奋力做主的善功啊，一起起来建造。我们从这儿看到尼西米啊，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，也是个忠心良善的仆人。他的领导学呢？ 我们常常用尼西米来领导讲领导学哈、啊，但至少有这样的四个方面。第一呢，他有使命，他传递使命，啊。第二，他有计划，他有计划办事，一步一步的，有蓝图，有计划。他也懂得借力使力啊，讲究效率。第三，他有行动，不好大喜功，不突出自己，而且以身作则，注意细节。第四，他有传递，他有传递。 一边宣讲来自天国的意象，分享自己的领受呢？他有传递，他组织民众，挑望人心。那我们这么来总结：神手相助，波斯王言听计从，发平反令，兵马护随。尼西米顺水推舟，求任命书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看到面对残垣，尼西米缜密规划，他是中心的管家。 他不仅是代祷的勇士、祷告的勇士，他也是忠心的管家。再往下看，我们要向尼西米学习啊，照样的行动起来，堵堵住破口，重建倒塌的城墙，复兴神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依靠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读了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，我们也读了，我再把第十、第二十节再跟大家读一遍。当 当仇敌耻笑他们的时候，这个尼西米回答说：“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份、无权,无,无,权无纪念。”你看，神的工作一起来的时候，仇敌马上就来捣乱。这个荷伦人、亚门人和亚拉伯人联合起来，要破坏神的工作，尽管他们知道。 尼西米手中有王的诏书，他们还是要破乱，他还是要破坏、捣乱的。他们说：“你虽然有诏书，我可以去再次的去告状，说你谋反，让王把这个诏书收回来，你不就完了吗？”于是他们已经串通好了，要一起来造谣，叫尼西米百口莫辩。面对敌人的包围挤压，尼西米的宣告在第二世界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。所以这时候他手里有什么？ 他的手里有王牌，天上的神必使他亨通。他的手中有王牌，不是地上的君王，而是天上的神。尼西米所倚仗的不是酒杯，不是诏书，而是从神来的权柄。第八节、第十八节两次提到神施恩的手帮助，神的手是什么手啊？神的手是全能的手。 是沙漠中开江河，大海中开道路的手，神手一出，谁与争锋？所以现在是他手中的王牌。我们看到尼西米的祷告多么的美，他把对地上君王的倚靠，转变成了对天上真神的敬拜；对地上真神的对地上君王的倚靠，转化成对天上真神的敬拜，抵挡神的，他说了，必定失败。 无份无权无纪念，那同样的，信靠神的必蒙神的纪念，从神那里得权柄，而且在神永远的产业上有份。这尼西米已经在信心当中看到了得胜的结局。我们也稍微总结一下啊，三足联盟仇敌联手欲重施故技，一骑巡城啊，众仆齐心要再续辉煌。那在第三个方面，我们看到是面对仇敌。 尼西米呢，交托仰望，他是信心的伟人，他知道他靠的是天上的真神，他手里有神的这张王牌，什么都不怕。我相信我们在美国大概大家都去过华盛顿吧，也许你会准备去，你还没去呢。我记得在华盛顿那个有国会山啊，国会山，国会山那个有那个大国会山大厦，大厦里有一个大厅。 里边摆的都是有名的政治家的塑像，叫 National Statuary Hall 不。不然有人有人记得这个地方吗？这个地方，二零一三年的时候，二月二十七号摆进去一个黑人妇女的像，九尺高，而且是坐着，特别啊、呃、不寻常的。别的像都站着，他坐着啊，一点都不比别人，但是不比别人小，他是有九尺高的坐像。这人是谁呀、啊？ 他的像摆在那儿的时候，奥巴马还去剪彩，还发表感言呢，前所未有的事情。这是纪念阿拉巴马的一个黑人妇女，哈，是个叫做 Rosa Parks，叫 Rosa Parks。在一九五五年的时候，他在公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，拒绝给白人让座，宁愿被捕入狱，他也要那种自由平等。 结果，他的勇气掀起了那场浩声势浩大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所以，人们在评论他的时候，啊，现在也纪念他。评论他的时候说：“一个女子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改变了世界。一个女子哪儿来的力量？当她对上帝有信心，她站在上帝的公义一边的时候，一个人。” 可以对抗仇敌的联军，一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世界，这就是手中的王牌，啊！我再给大家看张图片吧。我们来提到了这些，提一下这些经文啊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，这是大家熟悉的经文。我们给大家再看一张照片啊，你们知道这个照片中的女孩子在干什么吗？ 有人知道她的故事吗？这个女孩子啊，跟刚才我们看的是一个黑人女子，这是一个我们中国的啊姐妹。这个女孩子从小啊有脑瘫的病，她是一个脑瘫的女孩，她脑瘫啊有语言障碍，手也不听使唤啊，她有手，她甚至不能打字，但是。 就在他失去对生活的信心，不想活了，想自杀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了。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，他知道耶稣为他死，也为他复活，而且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要遮蔽他，要带领他，要给他一个新的生命。虽然他仍然脑瘫，他仍然手脚不灵活，但是他的心，他的人的整个的生命从里边。 改变了，他重生之后就心里火热要服侍主，后来呢就到了一个福音机构啊，这福音机构做媒体的，做媒体的，他说我来帮你们服务，但是他不能打字怎么办？他发明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用下巴跟鼻尖打字的方法，用下巴跟鼻尖打字。我们看到他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心里真是非常的感动。我们每个人再说我们不能服侍主吗？ 人家用鼻尖、用嘴都能打字。把他把他的生命、把他的时间用在了这个服饰上。他把那个福音机构大量的音像资料整理归档以后，就用这种打字法传到了网站上，帮助了许多渴慕真理的人。我在教会分享他的故事，结果教会弟兄姐妹说：“这样的姐妹能服侍，我们不服侍没有任何的借口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服侍。” 这样的人在神的国国度中有份、有权、有纪念。我们再来想一下，翻一我们稍微总结一下，我们讲到了尼希米手中的东西，他有酒杯，有个世界上的事情，他有诏书，有从地上地上君王那来的权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有王牌，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，他是一个。 信心当中跟随主的人，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，啊，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谓的平信徒啊，啊，这个，但是他敬虔如祭司，勇敢如先知，威严如君王。我们今天想到他的时候，不是只看他手中有什么，更重要的是看他的心，看他的心中对神的敬虔，对主的忠诚。 心中对神的依靠，所以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来，堵住破口，重建城墙，兴旺神的教会，荣耀神的圣名，也是神给你给我的责任。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分享的时候，愿我们一起起来，一起同心的来建造，一起奋力做主的善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特别为今天上午这段经文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你在两千四百年前的时候，你兴起尼西米，你让他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呼召，就是要我们一起起来，同心的来建造，奋力的一起来做神的善功。主啊，求你陶造我们，求你啊也。 让我们的心啊，能够完完全全地转向你，让我们的生命为你所用，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谢谢主，求主祝福引导我们这样祷告，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。阿门。